大家知唔知道而家好多人已經喺監裏面，包括喺呢一個2014年嘅所謂旺角嘅魚蛋革命事件，同埋喺送中裏面嘅朋友，而家都喺監獄裏面。我哋喺呢度用鼓掌嘅方法去表達對佢哋嘅敬意，好冇？大聲啲，佢哋睇到噶，佢哋喺監裏面睇到嘅影啊 ！CCTVB， 我哋而家係為所有坐緊監嘅政治犯發大力啲，影啊！沒有報道，只有報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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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我就好少講翻過去嘅嘢嘅。其實大家喺度講啊，林鄭係冇意思嘅。有條撲街仲撲街過去嘅，嗰叫張曉榮明係咪？係佢坐喺度，對住全個世界。恐嚇我哋香港人係咪？係。我嗌張曉明，你識做嗎？張曉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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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佢而家好得戚啊！點解啲警察而家以前就齋揼唔拉，而家又揼又拉，仲大量拉？行街俾佢拉啊！因為就係張曉明喺度講，佢背後嘅人講話香港已經出現咗不能夠控制嘅暴力事件。喂，有暴動冇暴徒得唔得？梗唔得啦！所以先係等於世界盃有舉行嘅時候冇理由冇沙爾隊波喺度噶嘛。而家呢個警隊就要執行呢個死命令，見人就拉。見人就打，見人就打，所以第一，大家要小心。而家已經係達到咗一個地步，我哋香港就係一個警察國家或者警察社會。咩叫警察國家？就係個政府做乜嘢，個政府唔做乜嘢，香港人有權做乜嘢，香港人冇權做乜嘢，係咪由佢講曬啊？而家佢係咪警察社會啊？係啊係啊，啱啊！佢有乜資格同我哋講話我哋係暴力啊？警察就係暴力嘅團體嚟噶嘛？警察最暴力、啊。警察佢受訓就係行使暴力噶嘛？問題係行使暴力啱唔啱啫嘛？係咪啊？係。我哋有幾時有30,000+人喺街嗰度同佢衝突啊？警察啊！警察係咪啊？所以各位，最暴力呢個係非常之大嘅大話。呢、這個大家要記住，我哋呢場鬥爭一輸咗，以後就係警察社會，警察社會就會包庇黑社會，黑社會就會為嗰啲有權有錢嘅人服務。呢一仗我哋係絕對唔輸得嘅，係咪？係係各位，我喺度好懇切同大家講，只有一個。全民的不合作運動才能夠對於一個依靠30,000+個警察去壓制香港人的政權是沒辦法捉我們。很簡單，一會大家遊一會大家行街，啲警察又攔我們了，一會又什麼白衣黑社會啊藍衣黑社會出來了，是不是？我們的口號其實是以武制暴嘛。以武制暴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說我們行使我們公民權的時候，沒人能夠是說不讓我們行使的公民權嘛。這個是個來源來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們有什麼錯？沒錯。各位，我們是用的是武力不是暴力，所以我們是會有節制的，就是說任何是令到我們的公民權是擴闊的，我們才會行使我們的力量，一種力量來的。最大的力量，最大的力量就是香港停擺，香港的政府，香港親共產黨的人在這個公民社會裏面是受到我們的
制，不遠無嘅三霸，我唔知道，因為冇人再講。但係我懇請大家諗下，如果我哋話喺前線嘅兄弟付出太多，濫暴濫打，令到好多掩護嗰啲兄弟嘅街坊受到濫暴濫打，我哋有責任，每一個人係要喺呢一個全民嘅不合作運動裏面揾到我哋應該做嘅嘢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，呢度有冇地鐵嘅員工啊？應該冇啦，有可能唔敢舉手。嗱，國泰炒人啦，而家國泰啊衰到啊，話邊個支持送中運動話唔准飛去大陸啊？呢件事一定要搞啊！國泰唔係國泰嘅，係靠我哋起一個機場俾佢做主場噶，佢話一定要去搞。個問題在於咩咧？就係話地鐵嘅司機唔開工，巴士司機唔開工，呢個社會就停。大家一齊唔開工，但呢個社會就會停。呢一個係唯一需要嘅大台，就係話我哋香港人係會喺大家嘅同意底下，係唔會同呢個社會嘅權貴，唔會同張曉明同共產黨合作。如果佢夠膽，係用解放軍落嚟嘅，唔該。佢接收一個空嘅香港好冇？好、oh! ！到底係我哋養佢，因為佢哋養我哋咧。佢係咪有病？喂，我係衣食父，我係佢衣食父母。我哋個個如果唔做嘢，佢有錢嘅咩？佢錢喺邊度嚟啊？喂，我養隻狗，嗰隻狗教我要趴低食飯啊？唔係啊嚇，睇下啱唔啱先？到底邊個？有一個就是我們自己嘛，這個就是我們自尊自主，我們有權去選我們的代表，去管理社會的最基本原理。所以在未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831這麼上下要續罷工，我不知道831之後十月一號咪罷工，十月一號國慶啊嘛，哥，係咪啊？國慶喎、哦，國慶仲唔慶一慶祝下佢，梗係罷工啦，係咪？嗱，各位，其實成個問題好清楚嘅，你自己去一傳十，十傳八，你自己係做金融界嘅，你自己去揾啲志同道合，先做一個細台。大家好爭大台，我明嘅，但係大家要記住，把士巴拿壞咗。不是等於以後不用士巴拿，駕車曾經死過火，不是說不用駕車。所有的大台都是因為我們要做一樣東西才建立出來的，如果是建立一個全民的不合作運動，就會將我們現在所有的抗爭是連在一起。我們很簡單，就是不平反不追究他們的罪行，我們就不服從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狠心， 我真心這樣說，如果我們是要減少我們兄弟的損傷，我們要用運動戰，不是用這個正面的接觸戰去虛耗我們的實力，我們每一個人做學生的罷課，做這個生意的罷市，做雇員的罷工，做主婦的不消費，喂，在家煲韓劇或者看這個送中的紀錄片，吃個公仔麵會死啊？是不是？我們送個死刑給他，是不是？各位，非常之危急，他說我們是一個暴力的城市，他說我們是曱甴，他是不是瘋了線？什麼是曱甴啊？什麼是曱甴啊？共產黨
各位，我希望由今天开始，我们永远都记住一件事，一个能够给所有人都是可以参与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令到那些说我们是曱甴的人自己变曱甴的，我们一定是不是一定要做，我们要继续宣传这件事。周时我落到街派传单，得我几个人都派，派几多少张，我派1000张，有几多人知道。当我们真的有一个鼓吹三罢的运动的时候，高手在民间解说叻过我大把，知道那个行业金融业怎样可以令到金融业停摆4个钟头的大把。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，是能够尽快发动一次真正的三罢。我亦都在这里向地铁的司机、国泰的航空员、这个码头工人，这些最关键的部门，希望你们为香港人做事，希望我们是拿到胜利，而不是迎来一个警察社会，不是由这个张晓明领导的公检法小组去统治我们香港。希望大家真的，我们在一个